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熟悉我的朋友一定知道，我是一个 Apple 产品的重度用户，从 Watch 到 iPhone 再到 AirPods 和 MacBook。那最近呢，我的 Apple 全家桶里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，就是 iPad mini。今天呢，就想让你们和我一起过一天，顺便聊一聊 iPad mini 值得购买吗？现在是早上的8点，我已经把它充满电了。今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电池的续航能力。今天懒得自己做饭了，就买了一个现成的面包，然后煮了两个鸡蛋，当然还有每天早上的续命咖啡。我有一点近视，所以用手机播放的话可能会看得没有那么清楚。 iPad mini 6这个全面屏设计我很喜欢，相比上一代产品，感觉看视频的时候画面更舒展，没有被框住的感觉，所以它也是我的下饭好伙伴。而且这个大小好像盖泡面刚刚好。最近不是接近年底了吗？然后特别多的节日和各种聚会，所以我化妆的时候也习惯性的化一点，就是比平时更 bling bling 的妆。然后今天用的这个眼影盘也是非常鲜艳的色彩，就是很适合那种节日的氛围。眼下加一点这种珠光闪亮亮的这个粉紫色试试，觉得涂上口红以后整个人状态就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气色变得超好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不方便出行，视频会议软件的打开率在打工人和学生党之中肯定都是居高不下了。我自己也经常开视频会议，和同事一起沟通视频的选题呀，和商业导演去沟通拍摄方案呀等等。全新的 iPad mini 在视频通话方面有不小的提升，一个是画质升级，能看清对方更细致的表情，这样就能更好的知道参会人的反应和情绪。另一个呢，是前置摄像头的视频通话支持人物居中功能，比如说呢，我在飞行的时候可能要站远给对方看到一个大半身的景别，那现在的这个摄像头会自动追随着我，把我放在画面的中间。同时如果有其他人加入退出会议的话，画面还会自动的去放大或者缩小，所以万一你要溜到旁边装缺席，记得一定要把追踪功能关掉。我现在准备出门去运动一下了，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喜欢把健身服穿在外衣里面的懒人，非常懒得换衣服，所以呢，我去健身的时候一般也很少背那种超大的健身包，有时候就背这种小小的精致小包就去健身了。那 iPad mini 的这个尺寸，就让随身携带它这件事儿也可以变得更时尚一点。虽然说起来好像工作时间很灵活，但是也相当于就是24小时要随时待命，所以我已经很习惯随时随地办公了。比如我现在就要临时来修改一下同事发来的这个文档。 iPad mini 的便携性让我无论在哪儿都可以快速处理一些紧急的工作，配合上这个二代的 Apple Pencil 真的非常方便，要删除的文字直接在上面划一划就可以了，很符合我们使用真实的纸笔的书写习惯，所以效率也很高。而且它这个按两下还可以变成橡皮擦和荧光笔的设置，对于直观的整理思路有很大帮助。它平时就可以磁力吸附在这个 iPad mini 的侧面，还可以无线充电，所以像我出来健身就不用着急赶回家拿电脑折腾了，甚至组间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琐事都搞定。分屏的，不像手机，如果在播放视频就干不了别的事儿了。但是用 iPad 的话，找一些运动视频做参考，旁边还可以再打开备忘录，随时记下来一些想法。这个功能对于学生党来说，写论文插文线肯定也是非常实用的。最后我还会把这些笔记整理成一个思维导图，让今天头脑风暴的结果看起来条理清晰。这个就是刚刚我跟朋友讨论的思维导图，哎，具体内容先不透露，因为涉及到我未来2个月会做什么样的视频，先保个密吧。
每次用这个 iPad mini 写写画画以后都非常羡慕会画画的朋友。如果是会画画的话，用它应该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速写本，真的非常方便。我就自己随便瞎画个小雪花吧，可能是全世界最丑的小雪花了。算了，雪花丑点就丑点吧，谁叫我不会画画呢。希望我们未来几期的运动体验会很好看。我回家了，出门了一整天，现在要放松娱乐一会儿了。我自己在睡前很喜欢看看书或者玩一会儿游戏。这款 iPad mini 用的是 A15 仿生芯片，据说图形处理速度提升最高可达80%。打游戏的时候的确觉得画面非常的艳丽流畅，看书的时候也可以随时用荧光笔把重要的内容标记出来。iPad mini 这个尺寸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打游戏和阅读的，它就像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一样，捧在手里完全没有负担，而且也不担心会砸脸。不要小看这一点尺寸的差异，就是它这种恰到好处的身形才让我更愿意把它捧起来带出去，它也才能在我的生活里发挥更大的价值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带着 iPad mini 生活一天的真实体验。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呢，它现在的电量还剩20%多，今天一整天里我都没有给它充过电，所以这个续航能力我觉得还是相当能打了。虽然不能否认它确实还是存在像果冻屏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我自己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觉得没有特别影响我的使用体验，总体来说还是瑕不掩瑜的吧。我个人觉得这台全新的 iPad mini 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，特别是对于学生党和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们来说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高效的工作习惯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